对啊，那么拼，我今天超拼的，我要死早上三会大笑了。了。下午帮我姐夫包火，他做汽车零件，然后傍晚再去送蜂蜜蛋糕，送完蜂蜜蛋糕以后再去教拳击，肯定会赚太多。教完拳击再冲下来，赚 太多了。没有赚太多，那我赚什么？大概赚太多。你现在一天好几个场次哎。对啊，可是这些都是一开始创业一定要做的事情啊。是这样讲没错，对啊，太夸张了，提真好像可以。没办法，你以前年轻也是这样，好不好？谁不是那么经过啊？没有做那么多工作啦，就是一个工作去拼的。没办法，现在他这边可以飞。明天就在下面教。超短。今天是穿越教学，然后有门。楼上还有，请助理他们拿下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刚刚架了一些门在这边。开始玩穿越机之外，还可以带到一点摄影，因为就像公卖机一样剪片嘛。我先往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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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ght.